多人都对这个问题，包括中外合资企业法当中土地使用权，中方出这个土地使用权可以作为一种投入这个形式，实际上已经变相的有一个改革的突破。所以在这种情况氛围下面，逐步逐步酝酿，所以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或者说土地批准呢，到了呼之欲出的程度。在这个情况下面，怎么样来最后一击来突破这些法治观念、理论、操作、体制上的问题呢？就摆到我们的面前了。我感到作为执行层的话呢，首先第一，在面对变化的时候啊，你还是要有一个准确的，或者我们说一个积极的这么个态度，这态度很非常重要，是吧？那么如果说不懂，比如说我刚才讲到了，刚开始我们根本不知道批注为何物，不懂，有一个正确态度以后你可以学嘛。对。第二的话呢，就是说不要算小账，要算大账，要能够在理解的基础上面呢，算一算可能对全局产生影响的这么个大账。任何想改革都要做到是小政府、大社会、大市场、大企业。政府的力量如果太强大，那部门有部门利益，所以政府对企业、对市场是负面清单。法律不讲什么好干，法律只讲什么不好干，法律没讲多好干，出了问题再来法，法律没追溯权。政府对自己正面清单，法律只讲什么好干，法律不讲什么不好干，法律没讲都不好干，这样才会推进改革。改革，对。